又到达干饭的时间了，干饭人干饭时间。上一个视频呢，说我们到达齐河这边，有很多小伙伴给我推荐，让我们吃膀子肉。今天呢，我们准备去尝一尝。走，在我们的宾馆旁边啊，就有一个超一星快餐，准备上这尝尝膀子肉。这个肉怎么卖的？啊，对，一条啊。对，在吃吗？嗯，对，在这吃，给我来一条。行，买这个就宽的吧。土豆丝怎么卖的？2块半份。啊？2块钱一份。给我来一份。你想吃啥？吃这个。行。这个怎么卖的？2块。来一份。不，咱俩吃了。再来两份米饭。这个呀，就是这边小伙伴给我们推荐的土豆丝儿、酥肉、膀子肉。膀子肉啊，太肥了，就我自己能吃，我媳妇不吃，所以说来了一片。这边啊，还是挺实惠的，两碗饭，这么多菜，23块钱。他这个饭碗也好大呀！来，开吃。第一口先尝尝肉。还有土豆丝儿，嗯，土豆丝儿2块钱，嗯，2块钱一口，肉类是8块。光盘行动从我们做起，点多些吃多些。咱吃的可真干净，你就差没舔盘子了。哎，吃的好吧，走，回走了。吃完饭已经回来了，这两天啊没有房车了，我的小车啊。把东西塞得满满当当，没有地方住，所以说这两天我们住的都是宾馆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今天开的宾馆，我们开的是一个特价房的标间。到这之后啊，他又免费给我们生成了一个家庭房。本来我俩开的特价房是一个大床，他到这给我生了以后，一个大床带一个小床，而且这里边啊，空间也比较大。啊，这么大个地方，一晚上才80块钱，太合适了。刚才发了这个视频之后啊，有很多小伙伴都说啊，你现在要出新规定了，这拖挂是不是不让上路啊，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限制啊。其实现在网上最多的就是啊，增加一个 C6 的驾驶证。其实啊，我觉得这个是好事，但是具体实施下来呀，我估计应该要有一段时间，因为他要把所有的这个事一系列都给他完善了。以前吧，现在就是现在没实施的时候，咱们开拖挂吧，如果说有违章的情况下，只能找像我以前视频给大家介绍过，就是带颜色的牛，让他给你处理。咱们 C 票啊是处理不了的。如果说要增加个 C6 的驾驶证的情况下，如果说有违章的情况下 ，C 票就可以处理，咱们自己就可以处理。我感觉啊，这个还是比较不错的。有的小伙伴说这个政策呀要到6/1左右就实施了，其实我感觉应该是没有那么快。因为所有的配套啊，它都要完善，就像拖挂房车的保险，这个东西也要弄一下。因为现在拖挂房车啊是上不了保险，有的地方啊说是和前车走一个保险，但是保险公司啊，有的保险公司是不认可这个事儿的。所以说拖挂房车这边啊有很多东西要完善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事儿。这个法律法规要出台之后啊，完善之后，大家就可以放心出行了。我觉得这个 C6 的驾驶证，如果说真要能出来的话，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事儿。因为有很多第一次玩拖挂的，走完半径啊，或者是倒车不明白的时候，这个驾驶证一出来，考完这个驾驶证就都明白了，都熟练了，是不是？上路啊，也就不是马路杀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就能减少很多状况出现。我觉得这个挺好。有很多小伙伴说我呀，你就别折腾了，直接弄个一体房车得了。其实我想说的是，这个一体房车和拖挂房车都是各有利弊。你一体房车是好操控，但是啊，价钱有点高。拖挂房车呢，刚开始开的确实不是那么容易上手，但是开习惯呢也就好了。而且拖挂房车吧，空间大，而且它还便宜。还有一个比较让我比较认可的一点是什么呢？你不能老在外边跑吧。如果说不跑回到家的情况下，我把拖挂放到一个营地
之后我开着我这个小车，我想上哪儿上哪儿。出来自驾的时候也是，把拖挂房车放到营地，前车我想上市区上市区，我想溜达溜达。如果说是一体房车的情况下，就是上市区就是比较难的，因为车比较大，市区的车流也比较大，所以说一体式房车进市区还是不是那么太方便。所以说呀，我还是比较中意拖挂房车。还记得当年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？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济南，必然是那句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。湖就是我们今天游览的大明湖，作为繁华都市中一处难得的天然湖泊，大明湖被誉为中国第一泉水湖，实至名归。因为大明湖是由以趵突泉为主的众多泉水汇流而成，非常罕见，并与趵突泉、千佛山并称为济南的三大名胜。你们对大明湖的认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我是小的时候在电视剧《还珠格格》中了解到的。一句你还记得当年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？让人印象深刻，里面的景色也很让人向往。今天的游湖算是达成所愿了，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荷花已经凋落，如果在荷花盛开的季节来就更完美了。今天呢，在外边逛了一小天，大明湖啊，还有五龙池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五龙池？五龙潭。五龙潭，逛完之后啊，天就比较晚了。趵突泉呢，我们就没去，直接来到济南最有名的环莲夜市，是不是？环莲夜市。哎，我这个名我感觉比较绕口，没记住。这里边啊，对，因为咱们那边都是华莲，这边这里头啊，要啥有啥呀。现在上里边逛逛，逛累了就吃，吃累了就玩，玩完了。再累的就回去睡觉去，吃还能吃累呀。现在的时间呢是刚到达七点，夜市啊才刚刚开始，有的摊位啊摆的还不是那么齐，还是吃的这边比较火爆啊。对，有些是刚出摊，那边没有几个人啊，我们又转战到这头来了。看，你到这边多呀，人山人海，特色小吃。这个你吃过吗？没吃过呀，先尝尝什么味儿。都说这个好吃吗？啥味儿？不要吃的。上一个视频发出来之后啊，小伙伴都说我们吃饭太省了，今天呢奢侈一把，来个爆肚，再来点水，我又来个串串。他那边多火，太火爆了。这个吃完呢，一会儿再上里边再找点当地的特色小吃。这不够你吃啊？这个好看、啊、这个怎么卖呀？20一个。这个是编的什么东西？这个是草编的一些非文化物质遗产，就是鸟什么，这些都是我编的啊。那你现在你编的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个花啊。啊，轻轻松松两朵花就已经编完了。这边啊是成品，都是小昆虫之类的，蚂蚱、螳螂。慢点，够了，慢点，别让他这个巧劲儿，别打扰他，他会啊，他这个巧劲儿。哎，对对对，这个就是大伙儿，大伙儿都不谈，大伙儿都不谈。下眼一个抛物线，说的是别让拖起来，看到没有？两个。三个就是娃娃，两个是手链，差一个球，差一个。
别跟他住啊。投球员现金投进多少比多少。投球员现金投进多少比多少。进一个。刚才呀投大球录了一下子，人家呀不要我们录了。这个东西吧也多少有点技巧，有点什么东西。这种球不好投，因为它都是有弹力的，你就再进去它会弹出来。对，刚才这个小球呢是30块钱两盆，但是啊也不是那么好投的，离近的那个位置啊都是便宜的，都是一块的，里边啊这一个小杯，那个是面额比较大的，但是这个乒乓球啊它弹力比较大，放上一个边啊它直接就弹飞了。这里这个套圈啊或者是打枪啊或者是射箭呐、啊，这种游戏啊我就不玩了，因为咱们以前也上过当了，是不是？买的没有卖的精，买的没有卖的精啊，套出来再蹦。对，所以说咱们就不玩了。